对好，先下载并且开启这个范例。那这个范例是在我云端上面这个，就是进阶范例，对不对？哈，50个范例。那把它按右键解压缩至此，就会有个 Q1 到 Q50 的范例。那基本上的话，我们能讲多少就算多少。如果你们有比较对里面的某个范例比较有需求的话，你也可以提出来，我们也可以针对那个范例去做解说。好，那把它解出来之后呢，各位先开启问题一。那实际上我们是针对范例来做延伸，来做解决问题。比如说呢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哈，那你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解了哈。第一个问题一打开之后，启用编辑一下。那比如说我的需求是这样，假如说编号问题来了啊，那这个资料如果从资料库丢过来之后的话，糟糕，前面没有编号。那我用什么方式啊？第一个就是说我用什么方式可以快速帮我编号，然后编号方式是一律要四码呈现，就是我要0001、0002，就是说如果它不是四码就要补0就对了。OK， 第一个，那有函数的方法，也有用那个用 VBA 的方法，但你也可以加一个按钮，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编号自动就全部解决了，当然是会是更好。好，那第一阶段如果这个编号解决之后的话，假如说我今天要输入。